件事啊？这不是脏了吗？打扫一下。真没办法说你，打扫卫生你就不会挑时间，是不是猪脑？这不是地脏了吗？少了你也说我，不少你也说我，你想让我怎么样了？就你委屈，就你委屈，从来都没认识到自己的错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就是看我不顺眼。对，我就是看你不顺眼，终于聪明一次了，嫁给你这个窝囊废。你，我是没出息，但是我能给你的都给你了。你给我什么了？你看看我朋友都是开豪车住别墅，我呢嫁给一个开出租车的，出门都是出租车。我一不喝酒，二不抽烟，我在外面饿了连一碗拉面都不舍得吃。是我亏待了你是不是？就你委屈是不是？我呢，我朋友用的都是上万的护肤品，我用的都是什么了？就你那妹妹就已经把你血吸干了。我妹妹，我爸妈走得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那么一个妹妹，我不管谁管啊。上个学还跑那么远去燕国，我告诉你，她上学我一分钱都不会掏。人家小雅学习成绩好，去英国上学是公费，不用咱们的钱，我们作为国嫂给个生活费就行了。行，你有钱你给，我是一分钱不会掏的。再说了，她不是那么能耐吗？生活费让她自己解决，别想从我这拿一分钱。哎，人好不容易三个，不说了不说了。没戳破的悲。喂，小雅，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？嗯，那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给你打了笔钱过去了。你在那边啊，省着点花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了，哥来想办法。只要你在那边过得好就行。那就先这样，有什么事给哥打电话。行，好好好。你现在长能耐了是不是？我又怎么了我？这什么？你从哪找到的？你别管我从哪找到的，你说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这是我自己晚上出去跑出租赚的。好啊，东东，怎么不信你跑出租为我攒钱啊？人家小雅在外面上学，我这个当哥的给个生活费怎么了？你现在眼里没有我了，心里没有我了是不是？有钱不给我花，先给你那赔钱货妹妹。说什么呢你？什么赔钱货？那是我妹妹。好啊，你东东，她是你妹妹，我是你老婆了。干什么啊你？你还敢反手啊？小子，哥，你干嘛呢你？干嘛打我哥呀？你还有脸回来？谁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把钱还给我！钱？又是因为钱是吧？因为钱你对我哥拳打脚踢？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春夏春秋冬古城，这是我哥这些年给我的钱，存在这里面，我一分也没有动。这些钱你为什么没花？这些年我在国外挣了不少钱。我今天为什么回来呢？我回来就是因为我在这买了一套别墅。我本来想着是接你和嫂子一起回去住的，现在这情况，哼，嫂子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哥，我们走。小雅，嫂子错了，嫂子鬼迷心窍了，嫂子以后再也不打你哥了。我跟你讲，夫妻之间是平等的，你这样一直打我哥，你知道我哥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吗？如果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一定会把你撵出家门的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俩夫妻这么多年，你嫂子跟着我也不容易，算了吧。我们收拾东西去吧。